我们请林金莲老伯伯，我们厨房的义工代表。班的同学都高兴死了，鞠了个躬，说了声谢谢。
谢老师，我们便跑了出去。老师，经过这两天的学习，我想了想二月四日那天的行为，我感到非常的内疚，我以后一定不再那样了，我会悔改的。谢谢大家好，我是第二班的陈建初，我很高兴我能够来参加这一次的冬令营，因为来这里我们能够学到很多的东西，我学会了自己叠被子，自己洗袜子。那边才有背景啊，你这边有背景看一下。我拍多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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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多里面有句话是这样子说的，古时候